既然因拢签啊嘛，啊，剩我，啊，我就讲你，互我考虑，啊，佮阿伯安尼，啊，我甲律师讲，讲啊，行政上无问题，因为我真联络着讲的，安尼我知你讲准审啦。喂，可以，恢复原状吗？可能要去，系啊，处理下去吧。他们不同意那个原状，他们不同意。嘿，是。我咧，甲你来协商，你讲我不同意。没有，那个有同意的，就我们听一下。有同，即马就是徐先生的拢同意，啊，跟陈先生的嘛拢同意啦。啊，即马是迄个杨庄的杨先生。到现在还不受伤，受伤应该讲无问题啊。无啊，我就是爱让你确定啊。免啦，我头拄就甲你确定啊，你就无爱啊，无爱就算。无啦，我哪有讲无爱？我就讲我含你讲，你讲无爱。我甲你讲，你到安那甲你讲，你都袂相信啦。我头拄我今仔叫伊下去做。我也袂相信，我就袂来啊。你也相信，真正我来。你签的好，大家可以好好的，大家下去休息。对，啊我比好一场，好不？来比，是不是可以给这杨先生？好，我要问律师，你无要问你安尼好？讲啊，啊你卖互我问律师以后，和你讲的无同款哦。哎呀，我讲正经的哦。哎呀，你啊，我讲哦，你的行政诉讼在行啦，我哪无可能？我讲嘿，律师也讲安尼袂使话，我你无条件爱互我撤除哦，哦，对不对？你安尼讲的是，不是听律师的哈？迄到尾啊，法院会去判嘛，行政法院会判嘛，行政诉讼去判啊。那干嘛？你干嘛？行政诉讼都还在判？啊，无，系啊。还要再猜？啊，卖去得啦。